哎呦我天哪，这得有30斤，这大墨鱼是叫墨鱼吧？咱给它按摩一下啊，拿点小辣椒油给它按摩一下子。哎呀，哇，这得先从哪儿下嘴呀？从这儿吃吧。哇，哎呀，来一块。这太腥了，太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也没装也没啥的，就真的就是太恶心了。然后我可能是没熟的事儿，还是咋回事，没熟透的事儿。一会儿吃火锅给他煮里头吧。嗯，